睡了吗？带着早餐回家，又是一个人一盏灯黄下，看着天亮了，他说应该这样，无谓犹豫挣扎，太多嘈杂却没有歌声给你支撑的力量。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，是简单平常，像孩子一样，没有该不该讲。为了家，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就愿意不顾不想你真相，是简单平常。